亮相。在香港回归祖国26年周年之际，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电影人、音乐人、文体科技界代表汇聚湘江之畔，溯源经典，着眼当下，畅想未来。6月29日，湾区声名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凤凰卫视与您相约。又见明月升湾区，此心安处是吾乡。国家战略，伟大事业，粤港澳大湾区昂扬起步，乘风破浪，航向未来。穿越光影与音乐的长河，湾区声名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再度唱响。在香港回归祖国26年周年之际，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电影人、音乐人、文体科技界代表汇聚湘江之畔，溯源经典，着眼当下，畅想未来。6月29日，湾区声名月2023。湾区声名月，天涯共此时。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万俊。此时此刻呢，在迎接香港回归26周年之际，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紫荆文化集团、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还有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办，香港英皇娱乐集团协办的湾区声名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呢，即将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上演了。这次的晚会啊，其实是紧紧围绕着更续文化传承、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主题，在回望、守望和展望的目光当中，溯源经典，着眼当下，畅想未来。今天晚会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群星璀璨，也体现了代代传承、多元融合的特点。悄悄的在晚会之前跟大家剧透一下，今天像成龙、刘德华、章子怡、温拿乐队、吴京、黄渤等等100余组的重磅电影人还有音乐人呢，都将领衔节目表演，更是有特邀嘉宾徐小凤、汪明荃两位传奇的艺术家惊喜的出场。不朽的经典和青春的力量的交织呢，将会为晚会注入绚丽的色彩。那现在呢，晚会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也将会通过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凤凰网、凤凰秀同步向全球直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跟随着镜头，展受一下大湾区的文化底蕴。
些苍翠的路上，历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亦记载了风霜。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我们句句的流水，永在心底。在那些开放的路上，踏碎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印证了几多。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但日落日出永没变迁。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三声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三声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日之火燃点真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出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让晚星闪出你每个希冀如落花，快要沾湿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三声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笑容，八千里山泉和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恼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走，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泉和月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恼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痛，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一样的痛。
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为爱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有请主持人。我们刚刚看到的晚会的现场可以说开篇就是高潮啊，这其实都是头盘而已啊。接下来我们马上再回到现场，一块儿跟随着镜头来看一看今天的晚会。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穿过珠江口，又见伶仃洋，今晚这条奔腾不息的南粤之江把我们送来了香港，看这片热土与祖国的水乳交融。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珠江的流水与南海的浪潮滋养着这片繁荣的土地，为我们展现了无尽的奇迹和希望。清江一曲，玉垒浮云，欣赏江花，眺望江头，聆听江水，我们深知身在情常在。千回百转，汇聚成川，湾区密布的河流像落在祖国南方的巨大叶脉，溯水而上，我们共寻中华文明之根。欢迎大家在我们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来到我们美丽的香港。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的无穷之路，旅途的起点就在这里，我最爱的家乡，也是一朵开在祖国怀抱中的紫荆花。与香港相望于珠江口的澳门，是大江碧海间一朵绚丽的莲花，和紫荆花一起成为世界看向湾区的第一道风景。跨过深圳河，东江之水在60年的时间里源源不断地流进香港同胞的心田，今晚就让我们再续同饮一江水的浓浓家国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紫荆文化集团、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办，英皇娱乐集团协办的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我们正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向您问好。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我是电影人吴京。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郭阳子。大家好，我是电影人苏有朋。我是 TVB 主持人陈贝儿。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乃琪。大家好。我是深圳卫视的主持人庞伟。此时此刻，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6 电影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香港台、广东卫视、深圳卫视、香港电台、澳广视、澳亚卫视等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在这里要感谢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晚会也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 TVB 录播。是的，我们还会在电影频道、融媒体、1905电影网、凤凰网、凤凰秀等全网主要媒体平台同步播出。让我们在歌声和光影中相聚，致敬经典，展望未来，
将电影永不落幕的精彩绘就成时光最动人的画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有古巨基、李宇春、卢冠廷、吉克隽逸、张柏芝、严仁中、钟楚曦、周柏豪、摩登兄弟刘宇宁、王一博、张卫健。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声声呼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是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早已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心，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深深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无法呼吸，
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眼渐渐地看见你，却无能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尽头。痴心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此生难了，心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心事对人笑，梦中全忘掉，谈天黑得太早，来生难了，爱恨一笔勾销，对酒当歌，我只愿开心到老。
风再冷不像他，花再美也不像他，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知晓，将快乐寻找。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生骄傲。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知晓，将快乐寻找。长路漫漫伴你闯，那一身胆色于热肠，甚至我未真情停步处是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方，那得失怎么去量，是马荡江湖，谁为往事作紧张。
平步处是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是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迎入日月。收拾我英枪，江湖中英雄汉，开心唱，谁是最高最强？我是谁？从未理俗世因不欣赏，长路我伴你万里闯。谢谢各位精彩的演唱，带我们再一次领略了湘江风华。刚才呀，我看到很多歌曲的时候，吴京你都在跟着哼唱，因为这一次算是回到香港吧。你还记得第一次来到香港拍戏是什么时候吗？2003年。2003年，20年前。现场的朋友们，让吴京感受一下20年后的热情好吗？谢谢谢谢，我又回来了。哎，我很好奇啊，你作为一个北京人，当年来到香港，你是怎么完成北京话和广东话之间的自如的这种切换呢？在这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生活当中的表达非常的相似。比如说见面的时候，北京人会说吃了吗您呢，那广东话会说谁都饭没啊，哇好啊，咁得闲饮茶啊，有空了家里喝茶呀。但大家都会说一句话，无论是北京话还是广东话，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这句我们都听得懂，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开心。那么对于吴京来说呢，最开心的事应该还是拍动作电影吧？当然。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组歌曲当中呢，有两首就是来自于武侠电影和动作电影，而且呢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已故的著名词人黄沾先生和顾嘉辉先生联手打造的，他们也曾经开创了香港音乐的辉煌时代，所以今晚我们也希望能够向他们致敬意。两位大师曾经联手为很多的武侠影视作品创造出了脍炙人口的主题曲，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为武侠为动作而痴迷的电影人，比如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哎，是的，当年周芷若的扮演者周海媚也到了现场。你好，我是平行时空里面另一个版本的张无忌，幸会幸会。哎，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很开心来到这个晚会，非常热闹，而且看到很多好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会的现场，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两版的梦幻联动，那就让我们再续前缘，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走进全新改编版本的《刀剑如梦》。成功，我哭累在
心中，被玉环苍天捉弄。我醉，我笑，我狂，我疯，天与地风起云涌，我醉到一片朦胧。恩和怨是我失控，我醒来一场春梦。被玉环苍天捉弄，天与地风起云涌，生与死一切成空，谁与我生死与共？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我醉一片朦胧，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相逢，一切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谢谢维维，每次维维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啊！正是在香港这样一座中外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里，才会诞生出融合了中国诗词之情与世界音乐之韵的经典旋律。50年前，我相信在座的好多朋友都还没有出生啊，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就出现了一支这样的乐队，他们打破了中国人翻唱英文流行曲的风潮，用一首首经典的广东歌曲征服了听众。没错，这支乐队非常的厉害，他们创造了多项纪录。他们是红磡香港体育馆落成之后第一支举办演唱会，而且也是在那里举办演出次数最多的乐队，同时他们也是第一支一举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所打造出的香港乐团最高荣誉金针奖的乐队。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这支乐队连续3周登上了香港电台的冠军宝座，当时是吸引了好多的香港年轻人开始弹起了吉他，拿起乐器要组乐队玩摇滚了，对不对？对，他们好多粉丝，好多粉丝。对啦，然后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声音也让他们呢从 The Losers 变成了 The Winners， 也成为了我们香港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经典。那现在我们不如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出场，有请温拿五虎。
多谢。谢谢谢谢温拿乐队，出道50年，不愧是一支封神的乐队呀。那说到封神呢，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两组封神的剧组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2001版封神榜的温碧霞，欢迎温碧霞，还有呢是来自今年7月20号即将上映的电影封神第一部的各位主创们，让我们欢迎各位主创的到来，欢迎你们。那《封神演义》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而这一次呢，乌尔善导演用了10年的时间来打磨这一部作品，用真人演绎的方式把《封神》的故事搬上大银幕。我想问问导演，您为什么对《封神》如此的情有独钟呢？《封神演义》是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的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它讲述了3000年前中国发生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同时又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在创世时期的英雄神话史诗。我们用电影三部曲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个经典的故事，一方面是为了追溯中华民族的古典精神，另一方面也希望运用先进的电影技术和当代的思想解读，对中华文明灿烂的传统文化做出继承和创新。谢谢谢谢乌尔善导演，当然期待着您10年磨一剑的作品。那么今天呢，乌尔善导演也为大家带来了电影的全新短片，让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我所献之宝名叫封神榜，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于灾难。封神第一部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各位主创为了这部电影也付出了非常多。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和乌尔善导演一起圆中国神话梦的初衷是什么？哪位先来？大家好，我是费翔。封神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神话。我们这次呢，能够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角度去诠释这个经典的故事，我真的相信观众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我也特别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大家好，我是演员于适，我说到这个问题，我其实当时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当我面试前得知，进入封神演艺训练营可以免费学习表演、马术、武术、中国文化史，就是这么多专业的课程。当时我就想，如果我面试通过的话，我就赚了啊！于是我就参加了面试。在这里我要感谢封神剧组，能够让我用10项全能成就了我的男儿英雄梦。大家好，我是纳然。妲己这个角色带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能参与《封神》第一部，对我来说，我是一个新人演员，是非常荣耀。期待着纳然的第一部啊！这个《封神》10年磨一剑不容易啊！因为我是亲历者，你知道吗？我这个在里边，因为每天的化妆时间4-5个小时，真的是要疯了。
后来才知道当神仙不容易，要先封才行，所以叫封神，封神，知道？原来是这个封。对对，那今天都到这儿了，是不是？又是一个音乐会，我不免想要高歌一曲。真的吗？有备而来啊！这个费翔老师的代表作。天边飘过一簇银裙，电影《封神》7月20号要上映。快来吧，来看呀，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啊！大家千万不要忘了7月20号电影院《封神》第一部。好的。2001年版电视剧《封神榜》中，温碧霞扮演的苏妲己是好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今天，两个《封神》剧组的代表齐聚一堂，我想请问温碧霞，对《封神》第一部有什么期待？我刚刚看到片花，我已经很期待了。然而，我觉得时隔那么多年，你可以再演这个妲己这个角色，我相信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我是当演员已经有一个初心，就是永远我会记住我演的每一个的人物，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很享受我演戏。我觉得我们当演员太幸福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跟我一样享受你的演戏每一分每一秒，还有希望你可以在封神里面给大家一个很美好的回忆，还有希望你未来的路可以走得越远越好。谢谢，谢谢温碧霞的祝福。那今天呢，既然是两个封神的代表的相聚，所以我们的封神第一部的剧组也有礼物要送给温碧霞，对吗，导演？我们给温碧霞女士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请纳然送给你。希望您喜欢它。更喜欢封神第一部。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真的很期待。一个卡通版的妲己啊，我们也期待。谢谢，谢谢。 Thank you. 期待着电影能够在影院和大家相见，千万不要忘了档期7月20号。那封神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神话故事，而一直以来我们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给电影人的创作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和源泉。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电影人能够把大湾区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果汁，我选天然的。蓝海，青山，生命的律动，亿万年的传承，全在这咫尺之地。这就是不为人知的东方之珠。凤凰卫视跟你一起深入探寻，探寻自然瑰丽，探索一个多元共生的故事，为你呈现一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香港自然故事2023，瞩目期待。
喂，睇下前面几句虾，乜都睇唔到。都唔系嘅，天光之后就会好靓。大家好，分情感，许多年以后。
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那颗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今生再没怀恨，只是放开年纪，伤心得你恻隐，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雨似今，我倾心只等你护我是贴近。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风韵，如沧海未尽缘分。愿晚风将我吹吹。晚风心里吹真的是轻轻柔柔的吹到了我们的心里去了啊！没错，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香港的很多歌里面都会带有风的意象或者是有风的名字，比如冷风轻轻吹到居然蒸留我一干，这个就是风的季节风的季节，吹啊吹
对，徐小凤，小凤姐的名曲《风的季节》，《风的季节》。其实呢，我们小凤姐呢被誉为我们香港之音，所以呢，小凤姐的名曲肯定有一首会在您生活的某个时刻感动过你的。哎，没错，比如说在这个元宵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唱那首歌。哎，买汤圆，买汤圆。小二家的汤圆是圆又圆。哎，奶昔刚刚想到的是元宵节的汤圆啊，我想到的是我们深夜肚子饿的时候最诱人的那颗叉烧包，大家肯定听过叉烧包，最爱吃刚煮笼的叉烧包，有没有？你们一谈吃了谈不完了，都在吃啊。我不一样，我不一样，我是每次遇到人生逆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首歌《顺流逆流》，要激励了自己，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一片未来。太经典了。哎，我觉得今天啊，吴京说了广东话，那广东歌要不要也来挑战一下呢？大家觉得怎么样？有这个环节吗？我会害羞。哎，这样吧，友朋，你要不要考虑和这位灵魂歌手来合作一下？啊，他比较灵魂。好，友朋，看我能不能把你唱走调。客气了，客气了。来吧。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哇，压力大了，压力大了。只知道光阴逝去，不会再。怎么会这样？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不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太经典了，看来大家都会唱。出道五十余年，他的太多的金曲，大家爱听也爱唱。在当年的香港乐坛，他唱广东歌，无数的知名音乐人追随，而他唱我们的普通话的歌，同时也有很多的观众来喜欢，和我们的热爱音乐的朋友来传唱，所以他就是一代传奇。而今天也让我们向一代传奇徐小凤致敬，让我们再次唱起那首熟悉的歌《风的季节》。风轻轻吹到超人震了我耳根，夏天都可以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找个别令我有把感生，抵过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风沙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
进了我耳襟，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陪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火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梦已因一常流，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谢谢大家，好多谢大家。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有：李现、时代少年团贺峻霖、李沁、刘雅瑟、赵传、白安、伍思凯、贾静雯、许嵩、郁可唯、陈慧娴、
任达华、曹猛、关晓彤、王新宇、董桥。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李现。从来没曾想到，入行以来，可以和那些曾经只在大荧幕上、电视机里见到过的电影人们合作。2017年，《建军大业》是我与刘伟强导演的第一次合作。后来的《中国机长》、《夺冠》、《古董局中局》，一部部电影，让我了解了来自中国香港的导演、制片人、剧组、演员的专业态度和敬业精神。可以说，有幸与他们合作，让我更加热爱所处的行业。希望未来，大湾区的电影人可以不断地创作出更精彩的作品，共同为中国电影添砖加瓦。还贺峻霖。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的画面令我热泪盈眶。我出生于香港回归后，感谢电影让我可以走进26年前未曾亲历的那份感动。作为电影频道的实习主播，我为力争潮头、敢为人先的香港电影精神所动容。作为一名歌手，优秀的香港金曲和音乐人更是我从业道路上学习的榜样。作为一名学生，我在大湾区的发展中深感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希望未来能和更多青年人一起，通过更多音乐和电影作品筑起内地与港澳青年交流的桥梁。谢谢。那接下来有请李庆和刘雅瑟为我们带来不老的校园。每一次梦回心中的校园，忙碌的过去仿佛就在眼前，挂满青藤的旧宿舍早已不见，街角旁小书店仍书香依然，昨天的你
大家好。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的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的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已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萦绕着我的心，我还不能接受分离，就是永远不在一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相信自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还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萦绕着我的心，我还不能接受分离，就是永远不在一起。
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盆水往下淋。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要是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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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你解冻冰河，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希望你快乐，为你辗转反侧，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有换季的颜色。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仍流傻泪，期望好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来日纵使千千万声，两个眼的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才顿感爱上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诗亦漫长。红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声，两个眼的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你今晚共我唱。Hello， 你们好吗？怎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因今宵的我共你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声，两个眼的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不知那天再共你声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动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
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许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想来
男音一出，寻常巷陌间便有了花影婆娑，暗香浮动，便有了最为地道的热带风情。经百年流转的声腔气韵，流淌着输不尽的离愁别绪，唱不休的得意尽欢。落花满天闭月光，借一杯奉煎凤台上。大夜里花大泪上香，夫妻死去。一代代芳华正茂，终成月韵流光。一笔笔春秋大义，汇聚南国风貌。南海十三郎，来者何人？声台行表间，是人生如戏方有的恣意寻欢。字正腔圆里，是人散曲味中的彩云追月。只因飘散乐韵，愿天公眷悯，今生真有幸吻亲近。是人生如梦般的月破花影去，疑似玉人来。这就是南中国最为醉人、迷人和动人的声音形象，它正穿越滚滚红尘，跨越时空之阻，为人间送爱，为天地立心。从《白蛇传》到《紫钗记》，从帝女花到南海十三郎，这些优美的唱词、熟悉的故事，总是能够让珠江两岸的我们感受到文化相通的亲和力。好像会说广东话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粤剧。是的，2009年了，粤港澳三地联合申请，粤剧呢就被列入人类非遗代表名录里面。大家好，我是王祖蓝，在我身边呢是我非常尊敬的香港巴和会馆理事会主席汪明荃 Lisa 姐。欢迎 Lisa 姐，谢谢 Lisa 姐呢，非常厉害啊，去年刚刚获颁金紫荆勋章，就是为了表扬 Lisa 姐在粤剧界里面的重要贡献。是不说不知，其实 Lisa 姐出生在上海，到八十，我是上海姑娘，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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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哎呀，她到了80年代才开始学习粤剧，还有为了粤剧的事业奔忙，究竟粤剧有什么魅力，让丽莎姐可以坚持那么多年呢？其实呢，我从小就喜欢看中国戏曲不同的种类的，京剧啊、昆剧啊、川剧啊、黄梅戏啊，还有上海粤剧啊等等。那么来到香港之后呢，就是知道大家都喜欢粤剧，所以我呢最后就走上了粤剧表演的道路。我虽然是半途出家，差不多40岁才学嘛，但是也痴迷了40年了。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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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还有呢，就是戏曲呢在回归之前呢不是那么受到大众的关注，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这是应该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传统，本土的传统文化，所以大家对它都很喜爱。而且我们中华文化呢就有传承啊、创新啊、包容啊等等，那么粤剧的传承的发展，我相信也会是这样走下去。是的，谢谢阿姐。刚阿姐提到了传承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粤剧呢不仅能够在大湾区传承下去，我们更希望在世界的舞台上让它发光发热。那么说到世界的舞台，我要向各位特别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对夫妻，他们呢分别是来自纽约的劳里奥先生，还有中国香港的许志群女士。我们二位向大家来打个招呼，去 say hi 好不好？嗨，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欢迎欢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秘密，
老廖先生他不会讲广东话，他不会说广东话，但是他深深的爱上了粤剧，他的每一个粤剧的发音都是他的夫人徐志群女士用拼音注音一字一字教会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的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们非常用心的手稿，我们来看一下，真的是一字一句的标注教会了老廖先生，真的是很用心了，非常难得啊！那今天可以欣赏一下你的学习成果。嗯，难得 Lisa 姐也在，大家要不要听 Lisa 姐表演一下粤剧啊？当然。那么我跟两位朋友就唱一段，好吧？地里花的那个香腰。好，女主来，你也要。啊，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你也会唱吗？好，来来来来来，肯定会。倚殿阴森其树霜，明珠万火映花黄，如此断肠花烛夜，不再是来半山傍实在知道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赴千峰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丧生会借爹娘，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泪带泪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识乱凤佩，不甘殉爱伴我临泉阳。合欢与君醉梦乡，不衣共度夜幕的霜了霜，白发官替代殓妆，驸马家坟墓收藏，上拥抱上威望，相思有说透露大内向，帝女花长伴有心郎，夫妻是去树也同欧盟，谢谢四位，真的谢谢阿姐，对，谢谢祖蓝，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哦，太厉害了哈！你看这个只是清唱，就是这么的婉转了。你看戏曲哈，它是深根于我们中国的，但是现在已经唱响世界了。好，我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乐曲乐韵如此动听的，能够回荡在更多人的心里。谢谢，再次谢谢四位精彩的演唱，真的让我们听的是如痴如醉呀、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湾区依海而生，每座城市都和水有着不解之缘，就连地名也是如此。香港老一辈的人也会记得，就是我们在1963年水荒，4天才能供一次水，当年中央在内地极度困难的情况之下，依然投资新建东江水供港工程。无论是湘江还是濠江，大湾区的11座城市统饮珠江水，这条大湾区的母亲河养育我们，也在梦里缓缓地流入南粤大地每个人的心中。
着岁月悠悠走，历尽了沧桑，流尽了起落，涛声轻唤着宇宙。蜘蛛，凤凰卫视跟你一起深入探寻，探寻自然规律，探索一个多元共生的故事，为你呈现一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香港自然故事2023，瞩目期待。
乡。大家好，家是最温馨的港湾，电视响，晚饭香，好剧正开演，陪伴温暖了时光，金曲最难忘。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几十年来他一直待在家乡沈阳，妈妈以前是唱评剧的，
今天的最大的祝愿是家人快乐幸福安康。少年时我曾演唱歌得过奖状啊，我那两个妹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转眼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期间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我从北京唱到了上海滩，也从上海唱到曾经向往的南方。我留在北京的时间比较长啊，可是香港是我心中最特别的地方。什么时候有了香港，香港人又是怎么样，香港香港怎么那么香，原来是美丽的不天堂。雷猴欢迎你，1997已经到了，我又来到了可爱的香港。喜欢早晨的香港，空气中散发着人们的勤劳和善良，也爱白天的香港，充满了竞争、拼搏和向上。夜晚的香港是美食家的故乡，午夜的香港是浪漫的开始，和他去逛维多利亚港。1997已经到了，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还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此大江一发不收，转千弯，转千趟，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无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夜缘分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夜缘分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窝，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有幻真千变的个性，谁独有慧根，时时透彻看清，心似静偏又未静，为片片扑朔记忆与爱情，从此我冷傲愤怒盼望这样去欺骗眼睛，像只夜猫优雅转野性，情像片烈火但又盖满厚冰，天注定偏离认命，又进进退退，痛苦是爱情，谁可以以夜以雾以泪笑着去封闭眼睛，回眸时全部一一可证，发梢已早刻记眷恋过的温馨，当一切匆匆过像无影，抬头又察觉夜空有星，有冷雨有风声，凝望然重上一丝一缕，要否受伤你的身影，已作了爱的一生见证，回头多少个秋
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落，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山水见证湾区情，有请阿姐汪明荃。
谢谢谢阿姐王明玄的精彩演绎啊！其实呢，万水千山总是情，今晚这份情谊也留在了大湾区。我们也相信，在首首相传的金曲当中，一定有一首能够打动你的心，就好像今天晚上饱含情谊的音乐情书一样，里面有友情，有爱情，有亲情，更有家国情。这么多的歌曲，大家都在跟着哼唱，我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在跟着一起唱。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区的人生长环境不同，但是我们同根同源，同声同气。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总是会唱起同一首歌。没错，其实大湾区音乐的风格呀，跟大湾区是一样的，既融合又多样，它有很多不同的曲风，比如说它吸取了这个粤剧、民间的小调，还有好多国外的音乐元素，所以它非常的丰富。歌词呢，那又是万事万物皆可写啊，是的，可以抒情，可以叙事，还可以很鬼马，所以大湾区音乐既创新又非常的接地气。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其实是在向电影和音乐致敬，同时也是在寄向大湾区过去和未来一份最美好的告白。大湾区大未来，融合的湾区它是面向世界的，而发展的湾区一定是面向未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大湾区的爱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对于祖国的爱那更是一样的。青春的样子，
together, baby. 晚上好，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跳，不能入睡。我爱和你呀你，不懂落花的友谊，只能望着窗外。
尘世间始终会美，尘战争有天苦死，尘四海许多正气，尘这些不变的真理，如像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如像信任自有没人可隔离。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间手挽手起舞，信四海懂得有爱，我信差照会更加好，如像深深相信爱没法对，如像信任自由没人谢谢各位精彩的表演。那么这一轮的圆桌环节呢，我们迎来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主持胡一虎，欢迎。大家好，我是胡一虎，你们好吗？欢迎一虎。那四年来呢，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让香港澳门两地的科技文化以及体育领域都开拓了新的天地。那我们此时此刻在座的各位呢，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是港澳两地的骄傲，也是祖国的骄傲。那首先呢，我想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代表着澳门和内地航天科技领域深度合作的澳门科学一号卫星项目的澳门团队的代表，地表系统的副总工程师肖建峰，以及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孙兆龙。欢迎两位，欢迎你们。欢迎欢迎。那在澳科一号成功发射之后不久呢，参与研发的师生团队就收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回信鼓励，而这封信也是在鼓励所有的港澳科技工作者都能够积极地投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未来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为我们的科技强国助力。谢谢你们。而我们香港呢，也在国家的带领之下呢，也是为我们的航天梦也注入了我们香港科学小小力量，所以呢，在星空当中也有我们紫荆花的印记。我非常的记得在2021年的6月26号，当时呢，嫦娥五号从月球带回地球那个就是月壤，首次在我们香港展出的时候呢，哇，市民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的。那我们香港航天事业的那个前沿科技呢，也是让我们香港以及祖国所骄傲的，尤其是我们香港理工大学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也是帮忙研发了为我们的嫦娥五号那个表取采样装封装装置，非常的厉害，让我们现场呢也有我们中心的副主任，我们的吴波主任，非常的感谢您带领您的团队，也是继续的为我们的嫦娥六号、七号以及天问二号来输出，来奉献出我们香港科学家的那个力量，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谢谢。不过，蓝宇、贝儿，我在听到你们刚刚解释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感触。从一开始，我坐在这里，一直陪伴着他们。他们这些科学家很紧张，因为他们刚刚说了，他们很少出现这样的隆重的场合。但是我想，既然他们很少出现，我们所有香港的朋友们
你们都是追星族，我们要告诉科学家，我们追星的对象不仅是电影的明星、音乐的巨星，还有我们国家的科学巨星。今天来到现场，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今天不仅有他们来到现场，还有文化人来到现场，因为我知道包括澳门包括香港，现在有很多的航天梦跟科技梦，但是现在香港又多了浓浓的文化味。我非常幸运，现在在我右手边很多人很熟悉他，有人说他是香港新的网红，就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吴志华。吴馆长，掌声欢迎他。好，你好。为什么我说他新网红？他在今天又创下了新的记录，你今天非常开心，因为呢，再过两天就是你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开馆一周年。我要在这里给大家宣布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过去一年当中透过许多的考验，但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20万人次去参观了。谢谢谢谢一虎。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对你而言还有更深层的含义。是啊，其实今天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在6年前的今天，习近平主席趁机在香港见证了香港故宫的启动。我们用5年的时间把它建好，去年开幕到现在有120万观众，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要感谢广大公众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启动。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启动才有今天所有120万人次去参观。但是我知道您对这个地方更特别，您是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立于斯，你从小是在香港的九龙这个西区当中长大的。当时这个小地方对你而言其实是一个游玩做梦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却变成你工作向全世界来传承中华文化好宝贝的福地聚宝盆。是啊，我现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西九文化区，西九龙这地方是我出生成长的地区。我这个时候我是一个穷小孩，有一个梦想，就要建立自己的事业，会社会服务。西九从一个避风港变成现在的商业区文化区，我自己也现在在西九工作。可是现在我也继续做梦，我的梦想就要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成世界最好的博物馆。这位一直在做梦的馆长，我要问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今天有好多的明星在这里，我知道很多的全世界的博物馆馆长一直有个苦恼的事情，大家会愿意掏很多的钱去看明星看巨星，但是要他掏钱去走进文化博物馆，要他掏钱他可能说免费的我就去。但是你们创造了个奇迹，我知道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掏出了腰包还等待了好多时间去走到你的博物馆，为什么？你克服了。现在我们年轻朋友变了，他们觉得这个文化很重要，他们来我们香港故宫打科，除了知识打科以外还跟文物打科，他们热爱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做更好的，给他们认识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把传统与生活结合起来，共同建构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来要去打卡吗？当然要去打卡。我觉得未来啊，我们要打卡的地方不仅是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因为在2025年的第15届的全运会将由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举办。那么此时呢，在我们的圆桌就坐的还有来自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协会的副会长霍启刚先生，欢迎您。谢谢大家好。那霍先生，您对全运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希望刚才说追星啊，除了那个追明星、天上星星以外，我希望大家可以追我们体育的明星，可以吗？全运会这个意义非常大，我考考大家。1997年我们第一次参与全运会，香港特别行政区，我们拿了几块牌？我们就拿了一块金牌。但是四年我们参与，每一次我们奖牌数目越来越多，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在我们家门举办全运会，我们的成绩肯定会爆棚，我们的信心绝对会爆棚的。
是的，我们期待着全运会的胜利举办，也期待着我们的运动健儿们能够取得佳绩。很多朋友都说呀，在空中俯瞰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就像是一只高脚杯一样。那么珠江呢是杯柱，珠江口就是杯体，这杯里盛的就是11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共同酿造的一杯美酒。山河一物，天海相连，海风吹拂了5000年，痴心未蹉跎。我们从大湾区出发，我们看到了东方的红日，我们也看到了祖国的万疆。红日升在东方，其他都埋下光，我何其心生你的怀，成一杯诗山雨和无恙，观万古上下5000年天地供养，泪眼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默默望着那目光。
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渴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相机。大家好，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千针吹黑烟，你要去哪里？夕阳又失迹，黄昏又华衣，诗情画意虽然美。蓝海就是不为人知的东方之珠，
凤凰卫视跟你一起深入探寻，探寻自然规律，探索一个多元共生的故事，为你呈现一场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香港自然故事2023，瞩目期待。唱就一齐唱啦！
双脚也慢慢累了，沿途的风景也渐渐的看腻了，想起出发前热的血还是很热，外面的风越吹越来越冷，世界变得不同了，我的朋友是否坚持着，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风的方向又转了，我不要不要就这样的过，
松，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心神，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心换此生。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多么熟悉的旋律啊，又把我们唱得心潮澎湃了。真的很希望全世界所有的朋友都应该来大湾区潇洒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们大湾区的融合与发展实际上它是历史的必然。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一条京广大水道，当时珠江三角洲所有的货物就是通过这条水道翻越了大庾岭，再一路北上，顺着赣江、长江、大运河运抵中原和北京的。没错，如今珠江庞大的水系让大湾区成为了全球港口最密集、航运最繁忙的区域，这里的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座港口。但是以港命名的城市只有香港，香港因港而生，因港而繁荣。我记得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就在感叹维港灯火璀璨的夜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来来往往的船只，成了香港这座城市最美的一道夜景。我记得第一次乘坐天星小轮，第一次站在金紫荆广场，第一次站在尖沙咀码头，处处都是港口留下来的岁月痕迹。这里是香港，这里是香港，也都是我们的心安放的地方，是我们的心安放的地方。到了晚上人们归家，我们的船儿也要靠岸的港，也是我们一直念念不忘都一定要回来的家乡。窗望月
谢谢章子怡动情的演唱。大湾区的每座城市是湾，是港，更是家乡。无论海角与天涯，此心安处是吾乡。此时此刻，来自大湾区四座城市，代表着中国顶级水平的香港管弦乐团、澳门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和深圳交响乐团，将首次以云合作的方式重新演绎属于大湾区和祖国的旋律，共同奏响华章。
江落天，通南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今夜我们的香港灯火璀璨，安定祥和。今夜我们的大湾区破浪前行，扬帆远航。这里是中国香港，这里是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灯火最璀璨的区域。今夜我们为未来而歌。今夜我们顺珠江逆流而上，共诉南粤母亲河孕育的中华魂魄。今夜我们在南海之滨共饮最深的故乡情。今夜从珠江口到伶仃洋，沧浪眼有尽，江海亦无穷。今夜我们在这片续写传奇的希望之地，看擘画的蓝图变成实景。今夜我们祝福香港，祝福湾区，祝福祖国，共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26周年的到来。让我们相聚在东方之珠，对祖国母亲说出我们共同的心声。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朋友们，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再见，拜拜，祝各位晚安。晚安。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我们的湾区声明月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呢已经告一段落了。刚刚过去的这3个多小时啊，可以说一首首熟悉的旋律为我们描绘了湾区的前世今生，也唱响了湾区的美好未来。那愿我们的音乐会呢能够给各位带来美好的回忆，还有无尽的感动，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再次感受音乐和魅力的力量。我们再会。